海峡两岸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梁修身。2021年光影航程第13届海峡影视季又一次起航了。作为电影人来参加这个盛会，倍感高兴。要拍出一部好电影呢，导演的能力、演员的表现、制片人的协调和公司的推广都很重要。还有一点，就是了解观众的想法和需求。毕竟我们拍出来的片子就是要给观众欣赏的，观众的审美口味是会随时随着时代与社会发展而变化的。